上镜头啊，你看起来更紧实，或者是平常你希望你的皮肤呢看起来，不管是姐姐们啊或是妈妈们皮肤看起来更好更年轻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它。而且它有 SPF30 哦，它有防晒的效果，非常的厉害。好，除了这之外呢，你知道吗，这个更厉害咯，这个是我们的爱蒂粉高效纯碳精华，这个是8月份哦才会上市，所以在我们的礼盒当中抢先让大家来体验它的魅力。而且爱蒂粉这个成分是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时候，比方说我的眼角膜要移植给